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75期的节目。今天持续给大家做传世系列飞过山一打三系列当中的这一款毒蝎，它是出自于超神雷恩那一部动画里头一个反派的头领战士。那么它的基础模具呢，要追溯到大概是2015吧，还是2016年的泰坦回归系列 Deluxe Class 的伏魔。虽然说他们是改模，但其实它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几乎可以说是手臂的变形结构完全一样之外，还有翅膀稍微收纳会一致之外，其他的部分的话呢，至少在零件上已经做了相当大幅度的改变了啊。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新的模具来玩啊。那我们来看到玩具的细节。首先的话呢，它的这个脚底这个爪子的部分呢，你要把它完全的站直下去啊，也不是不行的啊。但是你把它立起来，好像感觉会修长一点，比较好看。而它的腿的话呢，在伏魔的模具呢是由翅膀包覆起来，但是这一次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完整啊。那作为一款头领战士呢，它的胸部能量条这一次有特别的做出一个刻画，然后这里一样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属性表示。那它这个玩具本身的做工来说，我觉得吧，有一些地方像这个髋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些地方松紧程度不太一样，像这边的话就稍微偏松一点，而手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转轴非常的紧，而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转轴都是露在外侧，这一点也是这个模具呢比较可惜的一点啊。不过这个的话呢，是从泰坦回归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存在这个问题啊。那么它佩戴的武器，这个是一个，它本身应该也是一个叫做布朗林吧，它本身也是一个小型的变形金刚。不过呢，它应该是变形成人类大小可以拿的啊。它这个玩具的话呢，把它直接放大啊，变成到可以给变形金刚使用。那另外这个盾牌的话呢，应该是盾牌吧，还有一个带刺的，两手的话呢可以交换来做一个使用。后面的话呢，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它叫毒蝎，但是我怎么觉得它这个很像响尾蛇，是不是？在原来的这个官方的设定稿里面，它这个头的话呢，应该是，它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拿下来的啊。从玩具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你要另外自己装上去。我的意思是说呢，在原本的官方的设计稿里面，它这个头应该是这个方向，哦，而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如果转下来之后的话呢，你这样子把它扣上去，也是可以扣了，但是就是一个朝下。那我是觉得既然做不到这样，那就干脆就还是把它给做一个普通的安插就可以了啊。这里两侧勾上去，这个C型扣啊是有点偏软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部件把它给扣上去。那可动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头啦，因为是一个可以拔掉的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把它做一个头部拔下来的一个示范好了，这个头部那翻起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类戴的头盔啊，对，它是一个少年变形而成的。我看到那个动画片段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恐怖啊，这个人折成这样子，这还能活命吗？是吧？那这个如果你是拥有很旧版的头领战士的玩具，扣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能量条是会有一个变动的。但是这个设计的话呢，即使是在泰坦回归的话呢，也没有能够把它重现了。那这个手臂的话，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球关，然后二头肌是可以转动，但它的二头肌转动的非常的紧。那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因为变形的需要啊，它必须要完全的折上去，拳头不能转动，比较可惜。腰身可以转动啊，那么脚的话呢，前踢、后踢啊、侧踢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应该是说来自于泰坦回归的玩具呢，我在经过多年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头可以拔下来之后呢，放在旁边跟本体来做一个摆放，有的没有的，特别是在载具形态下做这样子的一个搭配的话呢，其实它的乐趣呢会提升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来变形一下啊，它的这个头部的话呢，一定是先把它给这个拔下来的，拔下来之后武器呢一样的将它给取下来，然后呢我们将这个手臂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收进去，它会有一个卡住的感觉啊，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我们先不要变手臂，我们先把它整个倒过来，然后呢将这个手臂给放下来，放到这边的话，各位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了啊，这个地方它是转下来到这里的。不过呢，它的一个人物的头跟尾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并不是你现在想的这样。我们呢先将它的这些部分呢，其他部分都先变完好了。来，我们先把头给变完。为什么要先把头变完呢？因为头变出来之后的话呢，你才知道说它的身体应该怎么变。来，我们把这个头原本扣在
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直接推开之后，换到后面来这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黑色的洞，紫色的凸，这个好，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说，哦，这是它的头部的位置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将这个部件给推到后方去，这个地方推到后面，到这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手臂的话呢，我们先躲开，然后呢，把它给转到后方去，这个地方，哎，这样子。转到后面，好，到这里，手臂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啊，它这个手应该是把这个开口的这个开口的位置转到朝前方，这样子它的可动才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再把头给扣上去，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它的一个兽形态就是如此这般。那我为什么说腿最后再来变呢？因为腿的话呢，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按照说明书的变法是这一侧的造型要朝人物的前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人物的原本人物的二头肌旋转180度，然后这个双动关节卷上来之后，这里有一个 toggle 的结合扣进去。这个 toggle 呢，在伏魔的那个模具里头是没有的啊。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给扣进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那这个脚的话呢，就是稍微的弹开一点点，这样手臂两手这里打开，这样子站立性会比较好。那它所附带的。这个盾牌是把后面的这个胸口给打开，然后哦不对，原本人形的胸口了啊。那这个枪的话呢是扣在这里，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看的话呢，你可能就只能扣在手对，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扣，所以还是把它扣在这里好了。那这个最后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头领战士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将它呢做一个人物的隐藏，把这个地方。胸口给打开，里头是有细节刻画的，啊，中间有个空洞嘛，就是要把这个人形的后面的这个凸给扣进去。不过的话呢，还是要先把人物做出一个 L 型的一个坐姿，先把人头给塞进去，再把这个脚后面的这个凸给扣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款毒蝎从机器人到它的一个载具形态的一个变形过程了。这所谓的这种毒蝎形态，我只能说，在我的肉眼来看，我就觉得它是什么是响尾蛇跟蝎子的合体。那如果说跟动画片里头的形象去相比，它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落差的啊。不过我提过很多次，在传世系列我不会要求什么还原度，因为它就是一个大乱斗的一个组合宇宙了啊。那玩具本身甚至有一点，有点像是什么疯狂麦斯那一类的玩具的感觉啊。虽然抽象，但是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美感，是不是？特别是它这个配色，有那种 Bocom 的那种玩具，那种奇奇怪怪、非常奇葩的古怪配色的一个感觉。那这个胸口里头呢，能够搭载一个。头领战士的这个设定，因为它就感觉像一个人在里头驾驶啊，我真的觉得这个给我们脑补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乐趣。那我们端看一下它这个头部的话呢，这个头雕其实我觉得很好看，然后这个眼睛啊，这个做得非常的立体啊，打光下来的话轮廓很深啊，然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牙齿有涂装，但是呢嘴巴不能开合，比较可惜。手臂的话呢是根部可以动啊，然后这个是手肘，然后手腕的话呢这个夹子可以张开，那么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往上面折一个角度，这个就是原本人物的一个接地的那个关节，然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就是能动的幅度就只有这个根部关节了啊，除非你再把这个再跨大一点，有的没有的，那这个兽形态基本上就不要求它太多的可动了。整个玩具的素质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吧，最大的问题还是部分的关节稍微偏松了一点点啊。那虽然说是泰坦回归的伏魔下去改的，但是其实变动幅度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甚至吧，我觉得它可能是这个四人包里头呢，虽然四个模具都号称不是新模，但是这一款应该是。最接近新模具的，因为它是改变幅度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了啊。那如果说这四个玩具你硬要选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应该，可以排在前两名吧，你可能是第一或第二名这个样子啊。特别如果你是头领战士的这个 fans 的话呢，可能这个玩具，并不多见，并不多见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